我根本无想要创治你，嘛无想要看你的笑话。那你为什么你要招我去十爷？原来丽红教我招去十爷，是招好娇母的。真正想要看我落水啊！查你安尼好好看，你若真正爱伊，你出来给我看啊，给我睇睇信心啊！娇母，那是你真正会当对我切心，对我来讲，那是一种解脱。就当的啊，我是想要请你看一出戏。时间甲地点我拢写伫入场券后边啦，我甲你保证，这出戏绝对乎你一世人啊，永远拢无得放。葛老师，你符合关关的资格。我唯一关。没啊，就你弟妹都无啊，你现在怎分手啊？你嘛是我的好朋友，我都接受你的感情，结束吧。我唔是一个能吃的小白兔，我连当青菜蛋条，就准备跟你同归于尽。我嘛无可能跟你分手，我无可能和你三言，我青菜拢要想几摆方式，和你生不如死。你睡去的时阵，那个模样真正是足水的。张老爷，我一定要让你后悔。孙丽红，刘大爷，这出戏有好看。爷娘，我今天大刚在那里，我拜托你的原谅。我会当过拜托你啊。张老爷，这个我一定要让你彻底消失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挽回飞鸟的心。